虔诚的祝福，福气降临，让在座的每一位现场的贵宾平安顺利，也祝福福化科技五厂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工程顺利，如期如迟完工。宏基永固，动土大吉。我们象征着旺旺来的凤梨送到董事长的手上，再把象征好彩头送到我们的总经理的头上，让我们转身让摄影的空白红好彩头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摄影，谢谢我们董事长跟总经理。那胡茂科技从1990年代成立以来，那我们负责在产品交验给客户前，最重要的封装跟测试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在产品的品质以及成本方面，负责非常关键的责任跟角色。那福茂科技现在呢，有4座厂。那产能的利用率已经到达90%以上啊，再加上呢，福茂科技的客户，很多客户现在都有建厂的计划啊，所以福茂科技在未来在产能跟技术方面都要能够配合客户的需要啊，尤其在这个未来更先进的覆晶的技术。高速度测试的技术部分，福茂科技要持续的精进。那在新厂的规划，目前规划是2024年啊可以完成营建，那2025年啊我们可以开始装置无尘室及设备，那希望能够接下来能够提供客户啊最好的产能跟技术。那福茂科技呢，预计要投资80亿，大概创造将近600万个工作机会。那这方面呢，福茂科技呢也非常注重企业的永续。那我们新厂的规划会以最高规格的环境保护的方式来营建，包括绿建筑，包括我们的水资源再生中心，以及我们太阳能的节能设施这些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福茂科技未来也要非常重视的企业的社会责任，那重视我们公司的治理，那我们要一起迈向企业的永续，我们要善尽社会责任。低产。开地平安，动土顺利。第二产，鸿运昌隆，新机鼎定。第三产，电机永固，元和吉祥。